不用，我男朋友会帮我擦的，是不是？你怎么来了呀？你怎么来了？不对啊，你平时看到我来一般是很开心、很惊喜的表情，为什么你今天看上去很紧张？你有情况啊？没有。尽调团队不是入驻了吗？我没想到负责人是宋姐。哦，那又怎么了？你怕他为难你啊？我记得你没做什么得罪他的事儿啊。我不是怕他为难我。你怎么来了？陈慧给我发消息说你们今天中午吃糖醋排骨跟花椒鸡，我一想中午时间还够，我就过来蹭顿饭呗。不行啊。当然行了，走吧，现在人多，食堂做的饭。是暑假补课吧？好像是。哎，唐漾，你怎么来了？来吃糖醋排骨和花椒鸡啊。糖糖。好久不见。是，挺久没见了，宋姐。你先坐，我帮你拿东西。没事，不用，我坐这就行。我坐这儿就行。我坐这儿，我坐这儿。你现在这是在银行工作？哦，对，我在汇商上班，这是我们银行的制服。我待会儿下午还回去上班呢。对，样哥现在是我们这个汇商荣成分行的信审处的这个处长。副处。副处。你们这菜看着确实不错。先吃饭，来，都吃。你吃。咖啡都做好了吧？好了，小心哦。好。我听蓝青姐说，她约你吃饭了。是，她带着她那个镇长同学一块过来的。哦。她顺便跟我介绍了一下那个酒厂，我们医生那个美食地图计划，不是要跟各地合作吗？我就顺便约他们过来一块聊了一下。坐下。怎么样？我们员工食堂好吃吧？好吃。看来可以在报告里面写，一休最有价值的是餐厅的厨师。宋总，你又讲冷笑话了。糖糖，擦一下。什么？嘴上面。哎，不用，我男朋友会帮我擦的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你还真是，人家叫你小名，你就真装小孩啊？主要是家里就是长辈这么叫，我都不习惯了。给你垫上。拿张纸给你垫着。你看什么看？吃你的饭。再给他加一碗来。好好吃啊。